Hello，Hello，你的声音真磁性，兄弟。是吗？对，什么叫磁性呢？磁性就是比较娘。什么？比较娘？对，不对吧？不对吧？你是不是就搞反了？听着特别闷那种，闷骚型的。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你这时候，女孩多半。大多数女孩多半都喜欢。那你说男孩喜不喜欢呢？兄弟，我不搞基。啊，没有，那就问一下意见而已。hold 不住，兄弟，我反胃。Hello，兄弟。嗨，这不过来了。一个人。啊，牛逼！哇，你这压枪好牛逼！有人说你声音好听吗？没有吧？声音蛮有磁性的。是吗？对呀，你要夸我，我要上天的。好，你刚刚那个压枪太帅了，全中。运气可能比较好吧。兄弟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7。17岁，十七岁。怎么了？高二吧，好像是。要上的话应该是高二。17岁，厂家里有几对？厂上找妹妹，妹妹不怕痛，哥哥不怕累。这是民谣吧？民谣，红歌吧。18岁，厂子里有几对，给你东西。好的，我们拿枪，我们去打鬼子去。我给你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给你一把枪。太棒了，来让我亲一口。咱俩怎么这么 gay 呢？gay 情满满。18岁，厂子里有几对，上山找妹妹。妹妹不怕痛，哥哥不怕累。你有防空洞，我有火箭筒。等一下，我才听出来这个歌好像有点问题。SKS，你要不要拿这个吧？什么？SKS，我不玩，拿这不会玩的，我不会玩的。他应该要死了，我看到他丢雷了。哇，我打死他了！漂亮，SKS。对，我说了，那把枪很好用的。我不玩，我不会玩的。我去，打死！Nice。哇，我真的发现 SKS 真的好用。我刚刚就瞄着，而且我很慢的，我打他点他的头，我就拿那个红点，就是8倍的那个红点点瞄着他头了，开心！第一次杀人杀的这么开心。阳台，你在哪？面前。面前阳台里面，这个人很稳，说明他可能对面，他附近没有队友了。啊，在我这。知道了。他队友在，我感觉应该会过来了吧，已经。或者他，反正我们两个人。或者一开局他就是个孤儿。不对呀，他是被打击倒的呀。对。傻了。但他队友不在他身边啊，你在我身边啊。我说我这身装备啊，会不会太显眼了？啊，对。一会儿我把它脱了吧。你去洗个澡吗？行，好了，我洗完了。打死一个，我杀了。对，我打死一个。对，你击倒一个。穿上这件衣服，感觉自己升华了，特别的帅气。对，这次有教训，咱俩就不要分开了，不要离得太远。好的，咱俩走一起的时候最强的。对，我们在一起天下无敌。对，在一起才行。落地医疗箱。听说有医疗箱的人运气一般都不会很差。爱要有你才完美。怎么突然有点 gay gay 的感觉？说，你之前是把好东西都给我，是不是看上我了？消音器你要吗，狙的？你要战术枪托吗？我给你把 AK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对象还给我旁，我对象刚刚还说我为了玩个游戏不要他了，说我爱上你了。分了吧，他刚刚叫我在一起吧，他叫我。哎，别，我怕他打我。你要不跟他商量商量吧？算了，祝你们。这里面长久啊，我退出。好的，哇，这么爽快答应了吗？看你心里没有一点点我。
不，我就是当着他的面才这样的，一会儿偷悄悄的，悄咪咪的，这样挺好，这样挺好，不要告诉他。好的，好呀，我这儿有二级头。好的，你有了吗？我有了，我还有二级枪。好的，我就两把喷子。我给你一把 AK， 这把肯定要吃的，这把必吃，放心，放心，这把必吃，必吃。